老马，能不能给小超商量一下，弄点钱我整房子？你看现在整这个样子，不可能就给他摆起啊。你整房子那么大的事，你都不跟小超和小兰说，现在你喊他们给你整钱。小兰现在又怀孕了，不过也得产检，又要带着我家游，他们开支又大，要问你自己去问，我才不跟你问。哎，小涛，啥时候回来了？啊，大哥在搞呢？你是故意等我还是搞呢？那个小涛啊，我都等了你半天了，然后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现在我的房子整成这个样子，现在经济有点脱节了，要不你跟小兰商量一下，弄点钱我把它整起来。大哥，你起房子那么大的事情，你跟我们商量过呢，我们才出去几天了，一回来你看一下你搞得马扎扎的，哦，起个房子你也是几块钱的事情啊，你看一下我那个房子都要倒了，我都没去修的。哎呀，小超，不结婚就不结嘛，讲那么废话干什么？这个第一难道没有我的一份吗？我建个房子还经经你也同意，真的是搞笑。真的是个烂人扶不上去。两口子真是个德行。老大，他们说到我爸就不服的，他会给他不高兴了，他会得罪他呢。他通过发起防火了，他整个房子还找我借钱，我哪里钱借给他？我借给他没，他心里面不舒服噻。起房子本来就不是一点点钱能起的，在起房子之前要想一下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在弄啊。现在搞成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嘛？你说就几千块钱嘛还可以，但是现在小兰，你们不要自责好不好？我也知道你们身上没得钱，我也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你看他跟着你们吃住那么长时间，你都没说什么，他还有了怨言。妈，行了，都不要自责了好不好？老婆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个童子骨，让我煲汤给你喝，行了，老妈。啊，你用黑头靠点黑头给他吃，给他补啥子。行了行了，赶快进来，我来做饭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过来吃饭了。哦，好，老婆，吃饭了，你饭准备了，好，走。哇，你这小公公呢？好大汉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我喂他吃，不是吃。现在没有胃口了哈。嗯，是啊。除了我整的菜合你们胃口不咯？来，这个给你。肯定合我胃口啊！你整菜谁不合？你跟妈妈来。哎呀，我啃不到我们牙齿的。牙齿不行了，吃这个。两口子真是个德行。哎，萝卜香料丸，来，坐这里。小超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。啥事？你说嘛。说你别生气哈。生啥气哟？讲噻。你看，我现在也怀孕了，情绪呢也不稳定。我知道你们兄弟感情好，但是呢。萝卜，你想说呢？
我想去清静的地方养胎。这也是好事啊，你看，要不下三个洞去，下面土地又多，空气呢也比较清新，适合养胎。嗯，那算了，三个洞跟这个有什么区别？那老婆你想干的呢？我想去我们老家，我呢好久都没去了。啊？你老家？你不是新一点了吗？嗯，我家是新一点，但是老家呢还在新一下面。那里啊，鸟语花香，山清水秀的，前面呢还有一条湖，空气更不用说了。天，照你那个描述，那这个地方那不是世外桃源啊？那养胎当然是好，但是呢，你看那么远，那一把年纪了，我们又不在他身边，我真的放心不下啊。哎呀，只要你开心，想去哪你们都去呀。我现在身体还得好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了。行啊，既然老妈没意见，老婆呢又想清静，那过两天我们就下去嘛。我想今天就下去，你看天气又好。啊？啊？今天都下去啊？嗯，要便宜没那着急嘛。妈，我们下去了，要买些生活用品啊，还有胎儿所需的营养品这些嘛。齐妈妈，只要老婆你开心啊，哪天去都一样。那你赶快换衣服，我给收拾点东西。来，妈，把这个拿给厨房头客去。好，我换衣服哈。妈，我们都准备走了哦，你在家里面照顾好自己哈。我们小超，你好好照顾小兰喽，不要给他累到哈。妈，这点你放心啦、啊，我照顾人家不放心啊。小兰，你要注意你自己身体哦。你想吃哪子，喊小超做给你吃。好的，妈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你呢，在家要照顾好你自己哈。有哪事打电话给我们。那我们走啦。行，走了哈、啊。你们到了给我打电话哈。早点回来。哦，好美哦！小张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老家，你看风景好不好？搬家20年了。风景倒是可以哦，这我看到怎么像广西了不？这里是贵州跟广西交界的地方，你看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小时候放牛的地方啊，搬家20年了嘞。你看老房子，晓得还成成样子哦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子。你不是给大嫂打电话，喊她给整一下了吗？我打了，可把大哥快大嫂过来了，咱们看一下子。走。耶，这不钓鱼都安逸了哇！我好是吧？我是养大鱼嘞。可以可以。别了，小时候啊，我们打牛来去放啊，你知道？好难走。大哥大嫂过来了吗？耶，看人家以前是有钱人家了，还最坚强。耶，他是谁的？以前你不晓得多肥牛，拿马拖来的嘞，你们。走走走。天哪，你看这个门口全是草草哦，大哥大嫂不在地上吗？大嫂。哎。哎呀，你们来了。啊。哟，你们是哪些两子哦？哎呦。要喊来的地啊，为你们这一起。这边都是所谓的海景别野、哦、是不？你看风景多好。今天在河边呐，这个天呐。哎，老勇，你们过来。